你晓不晓得错过了在搞装修？晓得。你晓不晓得错过了那家公司？晓得。你晓不晓得错过了没得营业执照的？哦。你晓不晓得错过了的公司遭封了？啊。你晓不晓得错过了拔起来跑了？哎呀，他跑了，我们老方啥子事嘛？没啥子的。没得啥子。哎，那个公司一垮，师傅都拖不到早早的嘛。哎，最近。师傅和错过楼签了一个合同，哎，你晓不晓得？上面是写的师傅的名字的嘛？公司一垮，别个不找师傅才怪。他找到老方也没啥子用噻，我们老方他又不会搞装修哎。都是因为师傅不会搞装修，所以那个合适才来的嘛。真的合适来了？啊。哎，那你给我讲一下，到底是啷个回事哎？哎。那家公司一垮，那些股东心头不安逸，他心头又不安逸，调给师傅出难题。刚才老简晓得这个事情，马上就通知我，让我找到师傅，通知他赶紧想后路。结果又没找到师傅，我就只有来找你，把师傅喊回来。喊回来啊？啊！哎呀，他今天一天都没到公司去了的嘛。这个心痛的都找到屋头来了的嘛。哎呀，喊雷大妈给他打电话了，他又不开机。那个看到可怜，哎，你说啷个办嘛？啷个办？只有找他噻。嗯。嗯。师傅手机可能没电的了。能够，我也继续到外头找他。你去找人给他打电话，一定要把他找回来。好，我去打电话。今儿非要找到他不可。能够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哎，没想到我来了。你啷个来了？来来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来叔，来来来来，哎，你稀客哦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喝茶，喝茶。哎，董总，我们老方他不懂事，自从你把他弄到公司上班呢，你轰一声就把他冲到总经理的位置上去坐起，不晓得他给你合不合得来哟。其实嘛，还好还好，只是他最近几天没来上班，不晓得是啥子原因呢。哎呀，都是他那个啥子朋友喊他去搞啥子装修。我都晓得他没来公司上班嘛。哎，不过呢，你两个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哈，彼此啊都晓得对方的嘛。你该不得喊他下课噻？为了这点小事，当然不得喊他下课嘛。我都
晓得不得嘛，我都晓得啊，老方他是乱说的。乱说？哎，老方跟你说些啥子？哎呀，他昨天晚上回来说你要下他的课。哦。还说啊，把这个小工程做完了啊，他要出去找个工作。嗯。听他那个一说，我还以为是真的。你那个一说啊？哎。我都晓得是开玩笑的嘛。哎。其实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哦。最近我还和他吵了一架的嘛。吵啊？啊。哎呀，那个你那个像娃儿一样哦，说吵就吵啊。哎，那个说是娃儿呢？我和他吵就是为了他在外面搞小屋装修的事情嘛。你想哦，我把那个大的公司交给他，他没有理由不好好干嘛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莫跟他那个一般见识。哎，我们老方那个人呐，啥子都好，都是爱在那儿小便宜一个。哎呀，这个爱财嘛，要取之有道噻。啊，我每月给他8000块钱哦。啊，8000块哟，这在国内也是难得遇到的嘛。啊，他不好好干，还跑到外面去搞啥子小工程。你说我该吵不该吵嘛？哎呀，该吵，该吵。只是哎，彤彤，你莫怄他的气哈，等他回来啊，我吵他都是哦。算了。你也不要再吵他了啊！朋友一场，我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和他闹分手嘛。不过我最近用人之际，他如此举动实在让人寒心呐、啊、寒心呐、我今天来就是要你好生劝一下他，不要再三心二意了，跟我一起干，总有发财的一天噻。你哥子说的对，你那些话我会转达他的。哎，这个该死的老方哦，简直不知好歹。等他回来，我会好生吵他的。你该不会在这里吃饭吗？如果要在那里吃饭，我去买只鸡。不不不不，吃饭就不必了，告辞，告辞了。聂总啊，狗东西老方，他又不喜欢。雷大妈，帮给老方打电话。妈，我跟你说哈，等他老汉儿回来，你该好生说，不要吵他。哎，听到没得嘛？晓得晓得，你滚走。哎，你记得我的话哟。哎，你还没有老的嘛？哪个孩子变得那个啰嗦哟？我怕你们俩吵起来了，隔壁邻居听到不好噻。哼，个人去上学。你听到没得嘛？我跟你说，还不是为了你们两个在那条街的声誉。你要是不听，我也没办法的。我们在屋头，你两样不吵啥子啊？吵！哼，老汉儿，妈，妈刚才说你是帮了客，少开枪，大人家的事情，娃儿管得到吗？滚走！哼，走走走走走。你也是哦。我儿子那么大了，他对家庭对社会都有他自己的看法。嗯，那有啥子话你就等他说嘛。说那个屋头除了一个方脑壳，一天到黑都是活死宝宝，喊我都拖不到早早。未必然你还要教育出一个小方脑壳来，喊我牵肠挂肚的。你们成安逸啊，啥子小方脑壳哟？我们老汉一天到黑在外头找别个受气，回到屋头
还要受你的气。你看到现在嘛，人啊是又瘦又矮，脑壳呀又长又尖，你还要啷我嘛？哎，把话说清楚，啥子叫脑壳又长又尖？外人听到了，还以为你妈在外头做了啥子的。哈气头，暂停。幺儿，个人去上学。老汉儿，我刚才说错了。不要紧，老汉儿晓得你不是个意思，哎，个人去上学嘛。那好嘛，那我走了。哎，记得把门关了哈。哎。哎。今天在屋头，哪个又把你惹毛了嘛？你冒那么大的火哟！冒火呢，我们不敢，只是同学来找过我。哎，啥子事找我？找你？哪个会找你？你都跟别个吵了架了，别个把你的事情都跟我说了，你也是。把个好心好意的亲戚去当总经理，你倒好，甩起公司头的事情不干，活到错过楼去搞啥子室内装修。你说你是不是没良心的嘛？对头，这个装修的事情是搞糟了。看嘛，晓得搞糟了哈，糟了吗？都退出来噻。现在不行，我跟人家签了合同的嘛。假设不干，别个不得一脚子噻。啥子？不依？没等个怪。你个人明天呐，去把合同退了，乖乖的回公司去上班，帮别个同军把那个大工程接下来。唉，小工程呢，我又搞糟了。这个大工程呢，又挨不到边，就跟那个。表妹儿和舅子结婚一样，这个婚姻法它就规定了的，这结也结不到啊，退也退不脱。合同？你那个合同吗？不都只写几个字吗？我肯信，没那个怪。人家同学都说了，只要你肯回心转意，总有发财的那一天噻。算了。这个早都早了，这个大丈夫嘛，能生能求噻。我还得要按合同给他搞下去，我总结经验嘛，下次不干就是了噻。哎，放脑壳啊，放脑壳啊！我跟你说哈，你要是一直想在那个屋头待下去，你都给我把那合同乖乖的退了。你要是一直能够闷起脑壳，一直能够住下去，你都不要回屋，滚走！哎，我跟你说了一箩都好话，哎，你那个事一点下锅，不行有缘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房子是单位分给我的，要走，你个人走。我走啊！我跟了你20多年，现在青春都花到你身上了噻，你要我走啊？不得行，不说要你20-30万的赔偿费吗？那套房子。随便啷个说，都该是我的噻。要走啊，哼，都是你。我不走啊。那都把合同退了噻。我不退呢。那都上法院。为啥子啊？离婚。空了去啊！切，找不到话说。方老哥，你哪走了？我出去耍呢，你回来嘛！方老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我晓得你要回来。方老哥，你啥意思？你们，你不能那么紧嘛？嫂子。那又是你暗算我捡的事儿哈！哎呀，你占了别个的便宜，
还有脸装起受委屈哦。咋个是我占你便宜嘛？是你自己讨的便宜嘛？啷个呢？啷个？你娃儿都多大了？人家还是个童子娃儿的呢。就是仙人，都能够好几十岁的人了的嘛，还有乱说。我是没结过婚的嘛。好，那你进不进去呀？我都走到那门口了，门口来了噻。要得，那就进去噻，请童子姐。哎呀，走嘛。嫂子，方哥啊？哼，死了。啊？给你说死了。死了？是高血压吗？还是心脏病哦？样都不是。那就来不到那个快。你哄我？哼，我都晓得你不相信嘛。嘿嘿，好端端的人，你咋个咒他死嘛？哼，你无语脑壳啊？我咒他死吗？是两口子吵了架嘛？哎，啷个又在吵嘛？哼，过去问他。来来来，喝喝喝，哎，消个气。我说你也是，两口子吵架是常有的事嘛。都说夫妻没得隔夜仇，方哥，这件事情都过去好几天了，你还紧到气啥子？你不提不生气，你一提这个婆娘我就生气。你不晓得，自从来那个童娟儿，她那个样子都变了，吃要吃好的，穿要穿高档的。我每回说公司拿回去的钱，你没看到，她恨不得就是一上午都要把它用完。老钱，你是晓得的噻，他以前人打的是那个样子啊。哎呀，我说算了，女人家嘛，现在女人家哪个不是那个样子啊？再说那个时候啊，你们是父母定的婚姻的嘛，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他才是个小姑娘，人家至少小你七八岁哟。方哥，你该让到他点喽。不是我不让他呀，要说以前嘛，我就是想到他比我小几岁，所以事事迁就，这一迁就啊就出了毛病，就把他惯成了这个德行。这回啊我铁了心，不管他要做啥子，我先当你都要奉陪，我都要奉陪。老姐，这回我跟他个老子，你就不要来见得顺了哦。你是我的朋友噻，你的立场应该站在我那边噻。哈哈，好了，你还莫扯远了。夫妻间一扯皮，最爱说些寡恩绝情的话，看起来真得个你死我活的。有的朋友帮干忙，帮到一边说，结果呢，隔了两三个小时，那两口子就好得了。比谈恋爱的时候还要联络，结果回过头来就最恨那个帮到另一方沾干净的人。俗话说，两口子吵架是常事，朋友帮忙是多事。这些事情我见得事儿，虽然没有经历过，我看过噻。你就不要再推瞎子跳崖了。你这个人咋不耿直啊？我姓方的，说给他扯脱就扯脱，这回就绝不得像你说那个样子。你相信我你就相信，不相信我就算了，反正那回我坚决给他离婚离婚离婚。喂，那是公共场所，你离婚就离婚嘛，吼啥子嘛吼。不会也可以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这个事情，这回啊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，不然的话我还吼。哈哈哈，我站在你那一边，你那一边嘛。仙人板板，你莫吼要不要得嘛？只要你站在我这一边，当然我都不吼了噻。哎，老姐，我跟你说哟，
从明天起我就到法院去了。到法院？到那种凶多吉少的地方去？是不是为了装修的事情？哼，你这个那个记性好，忘性大哟！我刚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跟那个婆娘离婚，我到法院去吗？就是搞这个事情噻，你晓不晓得？晓得晓得，只要你没喝，我啥子都晓得。不过要办事情呢，总得有个过程嘛，没得一来就打官司的道理噻。老方，你听我说嘛，目下而今眼前，你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，把面前签过的那个装修合同赶快完成啊！这才是正事啊！说起搞装修，我就是搞不下来。我想到这件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有人来告我。我到法院去吃官司啊！吃官司是个麻烦事情哦。我想过了，法院的人最多那个说说把我弄来捆起，上头的人拿张指挥分一宣布，下头的人就把我弄到牢房去坐起。这个事情就完了噻。我问你哦，你啥子事情非要人家把你弄在牢房头去关起？难道你就搞不得这个工程啊？未必你赚了这个搞装修的钱，买东西吃要拉肚子啊。还想到老头去做起，所以你是方脑壳。你那个名字取得一点不冤枉。老简，你又不是不晓得我，我们两个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多年，我能够搞啥子？我有啥子能耐？你又不是不晓得，那个装修从头到尾啷个搞，这里头到底有些啥子名堂？我是傍老而进公堂，一问三不知。这个装修，你说我啷个搞嘛？啊？那你啷个跑到你婆娘和新同的面前说要搞呢？说你搞定呢？我不说不得行噻。我要是不说，外头的人晓得了我姓方的，接到活路都搞不来。以后哪个还敢相信我啊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你的逻辑都是混乱的，不跟你两个紧到说。我啥子混乱的？笑话，我从来说话都是清楚的。那你就说一句，这个工程你做不做？想到想做，只是我没这个本事来做。这个就是老实话噻。说老实话就好。我问你，要是我找人来帮你做这个工程，你做不做呢？有那么好的事啊？那当然不得丢手噻。那就好，我去把一毛儿找来，我三个人住，你看要不要得？耶，老钱，你应该是搞得来呀。你不管，我说了帮你搞就帮你搞，只要你站在我这一边，我就不等到打官司了，听你的话，说搞就搞。哎，你不要听到风就是雨了嘛，我还没有说完的嘛。你既然答应了我们，就算是说清楚了噻，还有啥子话说？要说都明天说。你听我说嘛，我答应帮你，不过我也有个事情要你帮我。帮你？啥子事啊？回家，回你个人的家。跟你说，不是我回不回家，是我那个婆娘她不要我回家噻。算了，女人家的事跟她说也说不清楚。说清楚了你回不回去？说清楚了吗？我当然就回去了噻。那好，只要你愿意回去，你屋头的事情我捡得顺，包给你捡。捡顺。捡顺。大哥，简德顺，来了，哈，来了。哎呀，他啷个说的嘛？可
口水说干了，他就是不回来。哎呀，他到底哪个说的嘛，是骄人的很哦。他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搞过那个大的桌，都要满五十了才做那个大一笔业务。他说他宁肯不要老婆儿女，也要把那笔业务做下去，直到跟人家完全把房子装修好。那个说他硬是死心了哟。差不多是那个意思，你看那个办吧。好嘛，他要能够做我也不怕噻。我要和他离婚，我要报复，我要让他难过，我改嫁。哎，你要嫁给哪个呢？嫁李医生。哎啊，开不得玩笑，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。哎呀，你进来进来坐嘛。哎你坐嘛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来，你坐都坐嘛。哎呀，坐不得。哎呀，坐得，坐不得。哎呀，坐得。坐嘛，你又没在坐板窗，哪个坐不得嘛？不是，我是说我们两个坐起不合适。怪得很的，你越觉得不合适啊，我都偏要能够做，我来做的哟。啥子？你硬要我做的？哎，我做哪里？哎呀，我做哪里？做这里好，做这里，做这里。哎呦！哎呦啊！你好脏嘛，你脾气嘛也不安逸嘛。不不不，来嘛。不不，上言说朋友妻不可欺嘛。哎，不欺是瓜东西。哎呀，你啷个搞起的嘛，把本来正常的关系搞得不正常了。哎呀，我也来这不正常嘛，他放了回来我放吗？我的口味别是放的啊，他都不要我了，我还知道他干啥子。哎，我们这些重庆姑娘是有性格的哦，说嫁我就要嫁的哦。哎，嫂子，是要嫁的哦。莫忙莫忙，你等着。哎，嫂子，哎，莫忙。哎，你不要听风就是雨了。啥子事情都有个先来后到，方老哥没跟你说好，另外的事情就不要忙着说噻。我看你这个人是哪个高气的哦，看到你呢长得还像个男人一样，能够说起男女之间的事情你都讲不顺了哟。那个要讲得顺吗？才讲得顺吗？那讲不顺你啷个讲顺吗？穿不起王冠的个儿钱，八仙桌桌是啷个的个儿龙，要放不放那个都不起四面人缘。看不到，死